保持社交距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快乐酒精。可妹，哎，你要不能离我那么远，我会伤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臭鸡尾盒玩贩卖机来喽！你知道所有东西只要放到贩卖机里面，就会非常的有噱头，例如史莱姆啊、冰淇淋。不行，只有一只。然后之前我有拍过一个盒玩贩卖机，但是妹妹没有玩过，所以我就把它带来。你知道妹妹很重要，没有她不行。我要带她游山玩水。其实你不带我玩也没关系。没有，因为我没有很有兴趣。就是实在话，实话是因为我钱没这一把钞票。她刚来的，她说妹妹，你钱包还有钱吗？对，好久没有钱，所以我们今天换了1500块。然后最近的盒玩也超可爱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吧。有我，有你。好，你最想要哪个？我们刚才看了一下，我自己很想要的是有新出的大鹅狗，可是它真的超级大鹅狗，因为它最新，而且很可爱。240，我刚刚买一包咸酥鸡80，痛心了很久。我很喜欢盒玩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比扭蛋再更精致，而且它里面东西又比较多，我喜欢很多东西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我们先抽大耳狗好了，因为240，所以非常正。那你要大耳狗的什么东西？大耳狗，我很喜欢它一个床垫，240，我们就要投入3张了。对，我感觉这1500也没办法玩几回就结束了。不用怀疑，它比扭蛋还要贵。15号给你按。总而言之就是，好了，帮我打开，很紧张。妹妹膝盖不好，所以等一下都有我。好累哦，鼻涕都喷出来。好，我想要的是8号、6号、3号、368，到底有没有368？一个240，三包咸酥鸡的价格368。这个桌子的，还蛮可爱，它桌子是大耳狗的。这是4号，我想要368，可是不行，因为今天扣打没那么多。没关系，你再试一次。真的吗？368一定发，祝你成功。真的吗？好，我看一下，我怕它会不会出现5号，4号的后面是不是5号？不知道。拜托，368，其实我很想要6号，我想要看人家洗澡。那我们还是换2000好了，我觉得1500不够。对，安全社交距离。好，由于太贵了，给优格比尔，他是最幸运的。不要按错，我是15号。OK， 好，确认。368，洗澡的。368，6号，拜托，6号，拜托是6号，拜托。赌神都要干嘛？摸牌，撞到脸。赌神都要老婆给他杀。我没有老婆。沙发是沙发，是有想要，但不是最爱的，它是3号。蛮漂亮的。而且它沙发超重。好，先知足一下，因为钱会不够。接下来史努比，我最想要的是有查理布朗的那一个。查理布朗那个圆圆的头，两颗眼睛，而且查理布朗比较便宜，174。好紧张哦。会不会都是因为我拉出来的，所以没有那么幸运？而且我只喜欢4号，加油！抽中大奖，请你吃海底捞。不是4号。一号不可以啦。漂亮。你不要因为你抽到我不喜欢的就说我漂亮。那不要再试一个，然后再试一个，再试。谁来？谁来？好，比尔。哦，不是，你不是比尔，我讲错名字。妹妹，14，加油！膝盖不好的妹妹蹲下了。哦，可是很可爱。换我，搞不好命运就在我手上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贩卖机的东西那么贵，以前贩卖机就只有10块的饮料。四号。乌力过香炉，噔噔噔！不是，是车车，没有了。那我们先试试看别的好了，我怕抽到底，我上次就抽光，然后就没有我要的。接下来我们来抽个江户时代的鱼缸，好，250元哦，反正就是没的钱，随便你要买什么。姐姐付，组合超棒的。你的比我大狗还贵耶！大狗是因为360版权，你为什么要250啊？我好奇。干嘛？大江户时代不能有版权哦。我不知道嘛。我想说，通常你知道 Hello Kitty 的朋友们都特别的贵。我也不知道哎。我按你按你按二。这个吗？对呀，这个很好精致哦。这是3号，它的3号，我觉得它的小鱼很有质感呢。对呀，我超喜欢。加油 ，Go， 摸一下，过一下。你看他的手真的像甜不辣，乌力帮你加油，是吗？不是哦，不是，
是，可是它东西很多哎，你看，超多的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你要的要怎么样？加油，小鱼。不要我怕，我不信。加油，我帮你拍手。我帮你拍拍手，帮你放烟火。哦砰！鱼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很不信，我不能蹲下，我不能靠近，我根本就应该离开这个频道。好棒哦！你们看到他那么嗨的时候，就是他真的喜欢的东西。好，那我刚才又跟妹妹 A 了500块，现在来抽那个卡比最新出来的盒玩。只是我觉得它有点贼，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甜点架。那甜点架它其实就只有一个底，所以你要转两个以上才有机会把它组成一个。可是这很可爱耶，220元。好，13哦，帮我，我不敢碰，我想要1号，123。123到1，好，感觉是他最不喜欢的。我不喜欢，还蛮可爱的。第一次玩这个贩卖机有什么感觉？好贵哦，很贵哦，很恐怖。而且最重要是你会一直想要抽到，然后我抽掉最后一个了，所以真的是最后一个了。每抽一个盒子，我可以吃一个便当，配一个饮料。我要12358，已经很多喽，12358。有8号啦，虽然我更想要的是123号，怨念。OK， 最后一个，这个拉拉熊的冬季，对，它最近又新出了，所以很吸引我。170，我想要有软垫。我说出来了，怎么办？6号，最后一个就交给妹妹了。6号，我就不说我想要什么了，你们看我表情，看你有没有得到我想要的。6号吗？嗯，已经开过了。嗯，怎么会已经被开过的？哦，它是上面不想开的。好，来，好，我要来安全社交距离。我要有那个垫垫的。垫不给你。谢谢大家。面包送。你好看一下。蓝兔的回家，蓝兔的好可爱哦。对啊，可是我没有啊。那再一个，比尔拍这个都很无奈，他都会觉得我该停了。我这种毒性坚强的人怎么可能停？五，7号没了，最后一个，7号、8号，拜托了。有，7号、8号，加油，加。我觉得8号那个超可爱的，就是没有，我就是抽不到。这个我一定要说，这超可爱，就这一整组就只有这个汤勺是拉拉熊的图案，而且没有很明显，就是一个熊的图案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然后，然后回家开箱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去买原料，再做一锅汤给他。今天是小新的生日，哇哦，有好多食物哦。他要拿苹果砸你，拿什么苹果？他说要拿苹果砸你，不行。还有三个蛋糕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还有别人的家可以住下来。哦，这个椅子很棒哦，非常的重。哇，好吃完了，最后还要吃咸的。好宝宝，先吃咸的，再吃甜的哦。有2个浓汤。以及拉拉熊的勺子，要不是这勺子做拉拉熊，我都不知道这是拉拉熊呢。然后还有这个拉拉熊的面包组，这个比较好一点，可是还是没有很好。那小新的爸爸在干嘛呢？他不回家，他下班直接喝酒去布瓦克啊。他去布瓦克之后，看这个小美女，因为太美了，所以他就把钱都输光光了。输光了，所以他就跑去借钱，看到了没？他就被砍了。被砍了，因为他还不出钱，所以小朋友千万不要借钱布瓦克哈。然后这边有鱼，因为一开始都会给他一些好料的，骗他借多一点啊。这个武士刀是拿来砍他跟砍鱼的。然后我跟你们讲，最奇妙，这两组最奇妙的地方来了，来看。来这个玉果子是，他特地叫我把这个纸剪起来，把它包住。没错，它里面，它明明就做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叫我剪这个纸？这是黄金哎，包，所以他是要说以前就是那个吗？
什么金钱馒头什么的。对，你看这个衣服就是一个奸商的样子，真的很奸商，就是他们不能直接送钱，所以他们要拿这个假装是玉果子把它挡着，哦，放反了，假装是玉果子，所以他就为了要讲一下以前的故事，让我剪了一个，我真的最讨厌喝完要我动手做东西，我超讨厌。他这一组剪了超多东西，而且你一定要说你 Bogiao 的骰子是怎么做来的。Bogiao， 你们看上面的数字是他妈的，我一个一个粘上去的，他就是已经都愿意做一个骰子，还粘在一起的模型做出来，就是不愿意帮我把数字印上去，他自己贴数字上去，我自己一个一个贴上去，气死我了。这个赌场的是一组的，然后忍者跟那个黑道老大这一组，我觉得还蛮战豪。我飞出去了，妹妹撞到头了，他已经煮到生气了。然后我一直不懂为什么那个玉果子旁边要放手里剑，直到我打开了它，我才发现 哦，原来还硬要跟忍者。可是很香哎，就是它这些东西很漂亮，然后硬要做两个纸板人出来。懂。哇，它花很有意境哦，花超美的。它还特地用一个掉落的花朵，对，表示一下这一盆盆栽都没有人在照顾这样。扇子我不知道干嘛，我就把它粘在灯上面，我觉得这个灯还不错啦。对，它其实可能只是想要强调它没有很敷衍，因为老大上面有个扇子，还有一个扇子的。鱼缸我觉得实体不好看，对，鱼缸图比较好看，而且有个男主的气死我了，我觉得这只鱼还比他的鱼还精致，没错。好，那我这次最喜欢的是史努比，是我，哦，是你最便宜的170元史努比的蛋糕盒碗，我觉得它做的比图片上精致很多，所以我非常推荐。而且它上面的数字就是你可以自己拼凑，比如说妹妹88岁，我就在上面打88，就是你可以插那个蜡烛88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当做一个生日的礼物，其实是很有纪念性的，因为它可以一直放着，然后蛋糕吃完也不会不见，因为它是手工的。那我真的觉得史努比这个生日蛋糕组非常推荐给别人，因为我之前有抽过那个史努比是脏脏的不好的，但这一组我超爱。如果喜欢动手做的各位，强推江户时代组，每一个都要你动手。这个还好，这不用剪，你就只需要对折，然后还让它站在这就行了。只是这些该死的小，这些可爱的纸都要自己动手剪。哒哒哒哒哒。那我觉得拉拉熊的我其实还蛮难过，它其他很可爱，但是我抽到的这两组食物都是可爱的，超没有拉拉熊的 feel， 尤其是浓汤组，我真的。Hello， 你跟我说的是拉拉熊，我感受不到。拉拉熊，但是史努比我真的超爱，这史努比拯救了我所有破坏的心。其实我觉得都很棒啊，你看它很有巧思哎，但硬要你剪一张纸下来，然后告诉你以前的那种贿赂的款项都是用那假装玉果子，好像现在也是不是吗？对对对，乌龙派出所有在演。对，然后他鱼做起来蛮好吃，重点是他赌博组还蛮精致，那该死的骰子要一个一个粘上。如果大家有看到什么新盒玩觉得超可爱的话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甚至我以后想要买就是一整组盒玩来看，因为我真的超爱盒玩，我觉得每个盒玩都有故事。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你们比较喜欢看我们一整组直接开呢，还是一个一个抽看我们很衰的样子呢？每次我都抽不到我喜欢的。希望喜欢这部片，喜欢请加小我喜欢，大家也要记得订阅客最近 YouTube 频道，旁边小阿娜也要记得打开这样新朋友才会。不掉，不行，不掉。Facebook 搜寻“快乐精灵”，点赞、爱、追加、follow。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你嘿，按下喜欢的吗？接下来还有花絮哦。我很白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印上去。赞哦。